ខ្ញុំឈរនៅទីនេះគឺអាចនិយាយថាគឺជាលើកទី2ហើយក្នុងការចែកចាយនៅទីបន្ទាប់ជីតវទីស៊ឺជែនជឺសុវអ៍ចំឡៃស៊ីយេស៊ូអញ្ចឹងចង់ចង់ថាការពីអាចនិយាយថាគឺខ្ញុំបានជឿព្រះសុទ្ធដល់របៀបមិនជីនេះវ៉ៃសាំងវជាជឺសុវអ៍ចំឡៃស៊ីយេស៊ូអញ្ចឹងកាលនេះខ្ញុំនឹងនិយាយបន្តទៀតថាព្រះតែប្រដល់សេចក្ដីសារឲ្យមកខ្ញុំជឿរហូតយីវ៉ៃរ៉ែនដោយសារតែមនុស្ស在主耶稣说的，他我的耶稣啊，没有多，乃是生老病死。就是在家家世上，我们人没有不敢挂一个不是他，就是不敢保证自己一辈子不会生病。所以。 我这个阿嬷，真用阿爷他嘴，在一年半以前，咖啡个嘛，吃那个辣木，我的眼睛，因为我要开车，上台用白兰。 常常要去家庭聚会，所以晚上的视力就没有很好。我就去接受手术。当我胎第一次回来的时候，视力没有改善。那个医生说。 你慢慢的会好。他那能治疗个症状，所以再隔一个礼拜我就开第二次。第二次就比较好。了，两边那边让他缓把心不慢。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但个缓慢的不开。我这次的眼睛还是没有很好。那让他另外面哎，对，那个大个那个。我就回去问医生。因为他说，我说为什么我这一只眼睛的视力还是不好？就他那晚接他偏薄，那用那个面那一块疤这样。是0.2。0.2。因为那个视力0.2。哦，等后面送进去。一只是0.7。那被他一两天到送进去了。他说慢慢来。结果他根本到他没位。我就靠着祷告。就用个空白干的他。 有一天，我的女儿。他说：“妈妈。”他说：“你要不要到桃园的另外一个眼科去给医生看？”他那张他第二个来，我说好。就他办。他就带我去。结果他办。同一家的医院，就是分院，等于说这个。 譬如说，这个正耶稣教会有这个教会有那个教会，哦，就还有拜的摩尔在沙沙卡的，谁？分院。沙卡谁？然后他那个女的医生，就个拜谁？他就告诉我了。就个拜他用。他说你要到大医院去做检查。那就个的都拜痛的呢。说不定你这个眼睛里面有长一个东西，把那个眼睛的神经线堵住了。 我都那个他，我们刚才他看出来，那面都会有牙，看不出来，别不能用那个。我就直接到大医院。就用个蛮的老白铜的。然后就做那个超音波。就个给他一个。然后做扫描。才钱也得给他，给钱也得给他，做医院检查。结果他就发现说里面有一公分。 一公分，大概1公分，有一个瘤在里面。我后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祷告神，求主耶稣给我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因为眼睛的视力是灵魂之窗。如果没做好就瞎了。
bà sân chia tham bà sân chia chú ba mà chia tế ai đang chiên đo là cái ở khoảng này không? Tôi chưa có một xin sân chia. Chưa có bác đã được đây hiểu. Tôi nói, tôi cái gì mà chú nà y gia y yu. Thà lời thà nhu thật rô bè ở mùi nà. Thà xô ni tạo cao chú. Vì hãy có chú ai thà để là thà tạm bè thôi. Chú chú yê xu đại lý mì bà. Ở bè chú ý đừng nói thôi. Nà ổ lạng gà lên chú quê xa lại tạo cao. Chú bè nông bì nà bè bốn của bà nà thà. Cho sang Thái Bệ từ Đại Nguyên. Ai có bán tới đó ở bên không tiên trong Thái Bệ. Nên cái chào Lũng Trọng Yên. Chúng chung mua Lũng Trọng Yên. Hồi lại, tôi chú chú đang nà bì, vì tôi chung này mới ở trên nà bì khăn của bình. Tại sao ta nhung bình đám lói vào đây từ tha từ mơ chủng ngư nó tiên lúc sau. Tôi chú khăn là 1,2,3,4 cơ sân chinh ngoại cơ y sân. Có 4 cơ, 4 cơ y sân. Chúng chung mơ ở miền Bệ 4 nè. Tôi nói, chú à, tôi đâu thì là một cái y sinh hả? Đây là thầy kia miền bốn ở bán, thầy bà xuôi cho mùi nà là lỡ, thầy cho mùi nà. Tôi nói, chú ý xuôi, nhìn thầy, làm tôi khăn chèn chất cơ bì cho xuân đỡ chú hả? Thầy bà xuôi là ai khuyên khơi mùi, ai mùi khuyên khơi mùi nà để chú bạc chinh kia mà? Tôi chưa tập, tôi chưa mô tập sợ. Chú nhìn mà thầy nó chật bê nó. Thôi ý khăn. Ở đó bê ngơ bốc lá. Chứ cơ chẳng y sư hả lần? Mới thầy có nè, chú nè, chú mô chẳng y sư nữa hả?我就跟陈医师说，就你妈给改变了。我说我的眼睛不好。他那种呢，让我们改了吧，你视力比较模糊。准备，他给设计吧。我有那个影片给你看。对，他就没有片，来给套套一屏幕，特别的屏幕呢。他就放开来看。经过个用我们。他说哦，有一个瘤在那。哦，面的网膜那可能呢。他说，你这个。不用从这个头破开来，就给他把针进鼻把毛从鼻子进去手术，把针把夹进鼻把就进鼻中膜的，不拉鼻中膜的。我说哦这样，给他欧版的。我说好吧，我相信你。就你别让他办用拒绝了呢。他说那你回去。就你别跟他了呢，跟医生。一个礼拜以后我通知你来开刀。再可以用那个东啊毛把夹。我说谢谢。就用个小汤熬滚。我就走了。就用个碗，等老豆点来。等了一个礼拜。老老板嘛得。我就接到护士打电话来了。用个肚板肚上。他说你可以来住院。他人呢？爱忙的白忙呢？我准备要给你开刀。用的专门要开刀。我就到了龙总。就用个碗等到龙白龙，我的白龙总。那天晚上医师要跟我说明。就那那啥的，就那个白装的这一把。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什么东西嘛？你信仰什么？他这个萨斯纳吧，那萨斯纳给。我说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用个结给我，他用不来皮不来书本。他告诉我一件事。就刚刚表现不错。你要请你的弟兄姐妹帮你祷告。他真头的恩主，我帮帮帮谁帮呢？主要是他那。我愣住了。愣住。愣住就说。哎，他怎么会告诉我这件事？哦，就那边那用眼望他，没办这些的。我说啊，感谢主。他说我跟不来。我说好。不然他咋办？我说我也会祷告主耶稣说，给你这个医生弄个那个巧手帮我医治。就用个，还用两下子他来给他爱口碑呢，爱不然注意他爱面给他给他这边干的巴罗。他说谢谢，就给他好滚，我就好，就接受第二天检查。真用个班的六 D B， 给他那边的六 D B。第三天就送去开刀房。真班的他给头给门诊给病人传啥？真多到哪地方嘛？给到到不多别干。他叫我七点进去。真早上七点，早上七点，忙不忙？做到可能不多别干。我就送到开刀房。给个帮助用这个东西，结果那里面开刀房的人告诉我，这我们那边的可能都不要干这帮朋友。你下午才开刀哎？他啊，你爱忙被爱忙不要干的。他说你知道吗？你爱干吗？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懂哦？他说你的主治医师还在看病。他奶奶他奶奶讲不要干，俺们给帮他们整个老人家生的老。我说那我为什么这么早进来？被他，你准备按用猫本人吗？我说我也不知道。被他两个人都那个摔他用刀等待。是你的主治医师的交代。那个就刚来弄吧，
ban 的关系。他说现在我要帮你全身的消毒，全身做无菌的消毒，就是杀菌。哦，这样你全身无菌的消毒，就是做那个干净。干净。好，后来我先生、孩子、我的女儿、女婿、儿子，通通不知道。将来去用高温，去用高温杀高温，你不要买电灯诶。他只知道我七点就送进去。给关灯灯，他妈不不，他去用电灯给我装做的可能。那我晚上十点才送出来。还用毛毛的被挨用单毛拉肉把给我装进我背。他在外面等的人很心急。将来来弄枪的桥，弄给他给他给他把装买单。后来他送出来以后，真的被住进个病，我就送到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就是特别的看护。哦，这个房就得个来没太精神。当我醒过来的时候，这边能困难。我看见我先生，有没有可能用？看见陈医师，有没有可能有宝贝？他我说你好吗？这个房说他没人。我说感谢主，我很好。我都不能用来。他就说哦。他说要祷告，就要打电话。哦哦哦，好。然后我就在加护病房。就用个那个来个。待了三天。就那个那个对背，就那个对背后背那。后来他有一个护士小姐打针呐。然后就面给那个去接那个。他打的我这个手都黑青的。这样人来那个看下个。我就跟陈医师说。就用个蛮瘦的护背。我说我的手被打到这样，很不舒服。他们带用了个叫狼将那个手术是吧？陈医师就说：“将个特别都苦逼个慢点哈。”你们这些护士不要帮他打针。他没不他个领导参加的嘛，没叫他没过来。我就招一个那个护士长，完全为你打针。就用他用面门呢，没那个他尽量叫他慢点呢，还就塞在那里的。然后我要换药，你们都不要换。哎，那那多他那多哎，那个苦白痛那多忙，那生个来给他来给他给连龙参加那几年多吧哎。我就找一个实习那个医生来帮你做。就用的多咯，没苦没得他挂住你注意。我说感谢主。就他啊，不对。我待了三天以后，我就出了普通病房。就用班托比白天还有个班长进病对不对？我出了病房以后就到普通房。哦，就到个进病的东位，他比他他都太那个进病室，就到个都通了那个。那里有两个病人。就那天后面那几个病人。但是他很吵，晚上都不睡觉。但如果他熬不落门单，就让他熬到白天。我就跟护士小姐讲。就用个班爷的皮隔离用太干。我说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休息。他本身就将用没办法上班了。他说没办法，你登记单人房的话22号，你登记一个人住的，要等22位。哦，将本身就来将都过来那个用将都的破配备那点了。后来到12点，我的陈医师来看我。将那被他妈的背苦勒苦背大七班那个观众做毛没。他说：“宋小姐，你好吗？”这个他你是宋小姐？我说不好。有人看他阿叔哎。他说哪里不好？他没阿人没讲没。我说一个晚上都不能睡。他又没做晚上班什么打工？怎么会好？没熬完的。他说哦。哦，这样啊。他就走了。经过个单位的。2个钟头。经过面两通病人啊。护士小姐就过来了。将那个零钱，宋小姐，冇得。啊，宋小姐。将他放上。你的行李可以整理了。然后就装回房间内。把你送到一个单人房。住了不住呢？那个都男都没电。我说哦，感谢主，好好。我不能的，老没得。有这个陈医师多好。将后面苦背的他没太用，就无那个够老呢。你看，有主更好。给，没不了的老的。所以我们要祷告。建议大家看。所以主耶稣都开路。这边速度很慢，来对吧？后来我就到单人房住了一个礼拜。当天那个班都不多点，那个老师问那个班是哪个班的？啊，这个陈医师
早上来上班来看我。将口白来带来庆祝的王给我，那个毛龙毛毛用背不来。然后中午看病完又来看我。哎呀，背听哎，个推家推海，个背听哎，个毛毛用点。他晚上看完病回家又来看我。哎，就两背给背个推家，没那几个没哎海，个背就两，没能管得掉，那个管得起来毛毛用嘛当点。所以他一天走三趟。将安吉他每天那个管毛毛毛用背多嘛。他问我好不好？口白好吗？听我说你们好，说什么呀？我说感谢主，谢谢你。啊，公伯呀，还搞公口白嘞。我说主耶稣赐给你，跟我开刀这么顺利。啊，我伯叔不到啊，你别干那些难的路。他说啊，感谢主，你的神在照顾你。听我讲完一趟，公伯来帮你干干病的哈。所以我深深体会到。听说你们那个面包比啥吃了没得？体会主耶稣的爱，拜他用那维切克的赛博拜书，所以我们要靠着祷告。现在就可能崩坏家的摊。当我一个礼拜回去了，真的被人用困难的个马桶都点很好。我要回去的时候是礼拜天，就听爱的用的老多文具听爱的。因为礼拜天的时候，我就想，我当然想谢谢陈医师。现在三代用跟他莫名加紧张，阿公去不塞到了口白痛了。一般礼拜天来讲的话，医生都没上班。这么用这些痛嘛，那都就挨得就白就阿推干的。等我行李整理好了，准备点用变装备办还要好。他的门一开，别包。哎，怎么陈医师又来了？包的可以口白痛了吗？点。我吓一跳。用捏吗？我说哦，谢谢陈医师。好，我跟了陆晨，什么关陈医师？他说，你的行李都打包好了，你高兴吗？真的，我告诉他，一般你爱去装备啊，还你爱去买车的。我说我很高兴，谢谢你。哎，阿公两个人。他就说你回去好好休息。结果他你爱去老问了，怎么来帮我啊？有怎么样，你再来找我。免办他一个没老兄弟。我说好，谢谢。那阿公办，阿公去哪？我就回家了。你告诉老弟。回家的那一个晚上，还有中午来用的了，中午来用的电脑，没办法睡觉。那个路，怎么样我都没办法入睡。突然那个哪个那个路没有的，我没有办法入睡。以后的凌晨三点，将老了猫跌了猫没有。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你干嘛不来不来？我说老公，啊不来。我说你帮我去洗澡不好，是不是医院住久了？就是说，带我去洗澡。我在医院可能没办法好好的洗澡。我在上头，他不来在爱碰到他住用的我得嘛，那在上那边那个他我在上班住住那啥。他就带我去洗澡。结果个班老乡在我得。然后我就回到房间躺下去休息。人得了得不能都没什么干。我就睡着了。就那个班的有干。我就梦见。还有啥？我梦见一个人告诉我，有啥可以努力吗？大兄，他说姐妹啊，给他帮谁？我的女儿，帮谁帮兄？你好好的休息。你还帮他什么得什么来吗？咯？等你好的时候，我会叫你做工。准备来呢，什么来帮说，可能我还有兄弟们干一点事。我就想，这样个个，我要做什么工？干一点。刚好有一张桌子圆的，就被那面个 A 摸摸的，他就浮上来，这个蛮灵啦。中间有一本圣经，正那个啦，个 A 那个面不然飞。圣经是打开来是亮亮，但是字是黑色的。正那个被那个蛮包啦包啦，绿门灯不带，所以没可以买去吧。我想上前看一下。正用张鹅蓝的门。他到底写什么？正那他是谁别给？他又叫我说：“你看左边。”正门路两个嘛，来看，来你的车个。就看到左边有一个姐妹。正你的车在跟面包车里面。她的衣角破了一个洞。她的衣服破一个洞。就个直接那个路嘛洞。像人家的铜钱这么大。个那个路嘛洞空来。她告诉我说。正门路那个嘛感觉。这个洞要把它补起来。他那个来的来路啊，那个头在对不来这边。如果不补起来，本身就不来这老的。
他就越破越大。越喝的，还干的痛的痛的。他说：“你再看右边。”哎，那你安给的是哪么咯？有一个弟兄，就面包婆婆，穿着西装，变阿条，很有钱。佮面对面带变阿是阿，他就忧愁他的钱。咁佮我我听见他我累我累。他想要把它藏起来，藏在袖子里面。佮将要累那个毒那个东西来。他说这样也会被偷走。咁佮将讲到就佮佮累咧，佮阿就将讲佮他就将还佮累吧。结果他想到说，西装后面破一个洞，但没当哎，阿国来个白人，故意来害的。然后放在里面再缝起。就拿得，也是被偷走。故那那得给轮班的带，所以就没办法。真阿人偷偷没。后来他又叫我看。真不轮那个班看，又没又没。看见前面。没得梦到。都是信徒。是在基督上。不管是大的小的，对，门框东门框东，或者是老的，还有门框他站了，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袋子，狗肯定在里面跟他有汤，里面装的都是烤件，还有那可能他那时候在给他们野山不咯，他的烤件是向人家卷起来一个一个，还给老人都去干给他剃眉毛呀。然后这个考卷呢？对，就拿去的看。哎，这个考卷有的人很多，有的人很少。有的那考卷，袋子里面有的很多，有的很少。真个，佮物事完全无能，佮个别个啦，汤野沙不落，那你看，面全木头不落，你看，滴佮面个啦，特滴个。我就问他。今天个书。我说这个考试卷会很难吗？他野沙不落那个办啊？他说对你不难。就别个他什么样阿不白，我就顺口问了。今天个蛮说当当。我说那些长辈者、老人家，叫波家家，没有读书啊。不光明天的要问。那怎么考？哎，阿哥不老没得。他告诉我。今我们两六年六班干用。他说你放心。他哎，读卷子。每个人的考卷都不一样。干不老，我帮你，那个考肯定，来他们也三考考肯定。所以偷看也没用。将将论没搞掉。我说哦，我知道了。哦，就来。后来他又告诉我一件事。将我们那个蛮偏用的嘞。他说你要侧耳去听。将你按头的包的去上。然后你要留心的去听。还头的那这从哪上？如果有一部车子从那里过。我先前面拉那位而穿隔壁呢。我就弯出去看。头的那头的门。他不是在天上，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就在这个半空中。他说那部车子来了，你要赶快上车。就跟他拉路，马哥他的本人拉拉路。哦，你就可以得着平安。就那个多半受伤了。那我再看。就那个蛮用个门被。我说那旁边有一个姐妹坐在那里。他那见到对面老帮手两个公规那边路，他就在等车子啊。正搞公公规站着拦来，为什么车子来他不上车？就门跟拦，我咪搞到拦，搞搞拦人。他说你看看他。正个人你还没过来去帮个。他两手是空的。正大哥等不应该得得。他说两手空空怎么上车啊？正大得得拦拦你干。我就醒了。正要搞骗拉回来，我就说老公你快点来。正要搞还不过来用吗？我刚才为什么做了这个梦？他那边就用就上班的也搞不来用。你帮我记起来。我就来去搞一用吗？我就找陈传道。正要搞就这个陈立荣哦，不是陈万发。公公别陈立荣，公公别谁呀？公公别谁？他注目我们教会。搞别人搞进来，搞不让搞黑吧？那陈传道就问我了。正搞个班事哦。陈香姐。他梁香姐，帮谁讲？你的感觉，他的意思是什么？两个他没来啊，等到一天能有上班。我说第一个，第一位，我做工是在圣经扶起来做主耶稣的工。佮用拖杆，拖杆的当人工背，佮拖杆不拉背。第二个，第背。那个姐妹的衣服破掉了。跟阿莲帮谁来了？还过来还呢？就是说，在教会姐妹的话比较多。跟
nơi trong ព្រះវិហារហ្នឹងគឺបើថាការនិយាយស្អីរបស់បងប្អូនស្រីមានច្រើនអាយសូតុងអាយសូឈីគឺចូលចិត្តនិយាយនេះចូលចិត្តនិយាយនោះ如果បើសិនជា有听见姐妹批评这个弟兄或者讲谁的坏话បើសិនជាបានលើថាបងស្រីម្នាក់នេះគាត់និយាយរិះគន់ណាគេគាត់និយាយពីអាក្រក់ពីគេអញ្ចឹង我们就要去用神的道理ចឹងដល់ពេលនោះគឺត្រូវតែប្រើដល់ទូលព្រះបាទថា拉好到基督大家都是一体ទៅថាតែដាស់ទៀងគាត់ទៅប្រាប់គាត់ឲ្យគាត់ឲ្យនៅក្នុងក្រុមជំនុំហ្នឹងគឺជាគ្រួសារតែមួយ就是补教会的破洞បាទថាគឺជួយប៉ះប៉ូវនៅចំណុចដែលខ្វះខាតចំណុចដែលលះហែករបស់ព្រះវិហារ那弟兄呢ទៅពេលខាងបងប្អូនប្រុសវិញ他出去外面赚很多的钱គាត់ទៅខាងក្រៅរកលុយបានច្រើន忘记奉献ភ្លេចដាក់អំឡាញ不爱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是难以是难以的难以进天国真不把看看做到的过程是吗我们要积财在天上真正的是上到什么那个过程是什么叫积财在天上我们要看上到什么的看书多做主公跟这个我们来看看其他有十一间就奉献真不管看图完可以用按照的吧那是神的财的三个会觉得是带着包的不要老那第三个就是那个考试卷。我也刚把这个上课也上了。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考试卷？那考肯定是等面也上，可能来一个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他用 group 的路线啊。都是神的子女。这他结构了吗？不然。我们所做的工是跟主耶稣做。真干给人特点吗？给人特点会不然。没有人抢去你的。后面来给他打保险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计较哪一个弟兄或者哪一个姐妹做得多做得少。今天公跟他帮帮的生意，那帮帮的生意，都管托班起来，管托班定。所以我们尽力去做。把这有可能有多少有什么责任负？你做了一件主的工，圣经托干的不然，你就有一个考试卷。有的多半也是安慰。你都放在袋子里。有的当中有套。你都放在主耶稣那里。没他，有些装的有的当那个白书。主耶稣会纪念你。耶稣能力强。那你不做工，主耶稣也知道。本身就叫我们做一下，搞不来做东西的呗。所以你多做主工。将做干净了呗，还蛮起来。你的福气就最多。来包进都能起来呗。所以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将 complete 来包了不然。那为什么说看那个车子流星，流星去听这个车子？看那蛮起被那绿色是零蓝麦头的，它装到 stop。我可以告诉你，真正买的人可以吧？要坐这部车子不是老人家去的。真蓝蓝都够我们是老人家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你上台举个例子，在神的手中。那可能跟他代表不了。有人可以活多久？没有没有，按住班不嘛？你不知道。有钱人用住班老板哪有等呢？所以那个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真嘛，臭哥什么的，嘛都是那么没什么的，嘛都假的。所以你要尽力把握你的生命。就应该在他就当比几分钟来。把握现在。还在阿布拉贝维尔。当你能做工的时候。就跟他用用面孔来讲，还做干夜班。你就尽力去做。就用特别的是吧？哦，感谢主。阿布拉。后来。到嘛？第陈传道就说：“真苦工业陈个嘛，你这个要记下来。”他你爱条就搞懂。有《圣灵月刊》在台湾有出，《圣灵月刊》就是总会，那里有登出来。真个，他那勒给人个，他给人给要几家，给他给本人买来。但是你们柬埔寨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帮帮我说你说什么？你是亲自听我见证，就两天前两次那路听到的，所以你们也很有福气。就两天刚面直播的，过了不久，被拍板不满，半年了，他拍板给他吃难，龙总打电话来，就看到那个板凳拍的，我吓到了，就用碰见，我说哈，医生什么事啊？你看啊，面那个来，他说我要请你来龙总，他那天专门就那猫龙总。我说是不是我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什么都没他那个口白，那口白个对吗？就用他啊，面那个啦，用面啊，干啦，用面办下一条平台搞没？他说不是。真白个办他没呢？我要请十位媒体，十位媒体就是记者报告，记者。
chẳng chim chị trở lại hai hai nhà đại cái xe đồ bài cá tôi nói oh chim chị trở sáu vị lại ta hai người mà đọc nhà thằng này anh hai mà đọc nhà chắc rồi ta nói xa cái bạn thì có thể đến ở đây lại mà chẳng nhờ bạn sửa chữa chẳng cái bạn thằng lớn tất khỏi anh mà bèn cho mà đi tôi nói hả tôi nói hả ok 我就告诉陈立农传道。这个班才在古墓边城。陈立农说啊，你要到那边，你祷告。哦，你按照侬头家里听。求主耶稣让你不要紧张。说买不来，干嘛呢？配出来一张。我说哦好。就用他好办。他说你要讲什么，知道吗？他在按照这边接单呢。我知道啊。没听，懂的。我就照着说，主耶稣爱我。你唔接他，不来苏斯兰用。我说我要来开刀的时候。就问用毛笔。 我跟陈医师说过，用班排队排好，排队排好。我说我会求主耶稣给你一双巧手。他用那个注意，用你最爱的他来帮到那他飞带而已。今天我开刀的顺利。他爱干不干？我用班的路。是主耶稣给你的。对，耶稣就拿到那。我就当着媒体报告。就用被推家的家，推家的给搞的给搞的，什么他的地板的。陈立勇就点点头。 将个高峰夜场个路程还包括过来。他说：“来，上姐。”然后帮帮细声。我也会帮你祷告。将个最爱他的那代。我就好。将他办。那个礼拜我就去。将个被到被了被连个拉登。我去的时候，他就叫我到四楼会客室去。到那个他他都不中。大概九点多。他已经忙，本会本会本个来呢。他就叫我到媒体室去。 到记者会那里去记者，也对，然后来给个那个来呢。然后我就看见十位记者，就那个蛮可以的，周中那个呢。还有那个录影，还有个面可以面干嘛的，还有一个套件。那个记者就问话，就给个那个什么？他说你在龙总开刀，他干的那个干那个龙本地白龙总呢？你感觉怎么样？那边还没带。 我说感谢神。今天个去了，就啊，我跟不对。龙总的医院不错。被龙总他老。个个啥个苦病，啥意思？你蛮说听。 你信仰什么？我告诉他，我是真耶稣教会。就是陈医师说的那一句话。所以我就好好的祷告。所以我就好好的祷告。 我求主耶稣给陈医师一双巧手。所以我很感谢神。所以他帮我做了半年以来。所以我都视力非常好。 也是陈医师的医院的机器也不错。机器，对，他用显微镜做，因为从鼻子看到。所以我们在想，你的鼻子懂这么小，你怎么开？所以主耶稣赐给他一双真的很灵巧的手。 后来他记者在问我，那个告诉我到底呢？你来到这个白家呢？他说：“那你在这里面好不好？这个医院好不好？”我说：“很好。”我说：“我都一直祷告。”因为我要来这一间是我求神给我选择的。 因为神带我到这一家医院，所以我相信神，所以给我找这个好的医院。
所以你问我这个医院好不好？将本身今天说将他办理了哦，都没关门哦。所以我的主说好。将本来我将门去拉他了哦。所以不是说我好。慢慢将门去拉他了哦。是我的主耶稣说好。你想不要今天觉得啊，将本来都觉得啊，熬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将员工再来上。不管你再好。我们看他用的，我们看他用空啊，他是他的偏来了哦。工作上。人们看看了哦，看干的。或者课业上。那么个干练手。或者在路上的平安上。那么个干宿舍的单拍的么多毛。你所做的一切的好。为他啊，为个让你先做得了路，让别人了哦。都不是自己的好。因为我们跟他哦，人来上台，我就不要去用了。是我们这一位的主。都来上台，不然了，我就呢。在给我们看，没太有，在给我们的照顾，他干干别有，人很软弱，老哥东山呢，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现在你头在熬过不嘞？那你得着这个平安的时候，就跟他用的多吧，小三你好，你不要忘记，功夫累的少。我们看一个圣经，就没靠我们背位，哥林多后书。非哥林多三十四，第一章第四节，靠我。大家一起念。把其他用看，好耶。哥林多三十四，不会靠我。哥林多后书。哥林多三十四，一章第四节。不会靠我。大家念。好，好耶。然后非哥林多三十四，不会靠我。ដែលទ្រង់កំសាន្តចិត្តយើងគ្រប់គ្នាក្នុងគ្រប់ទាំងសេចក្តីវេទនាប្រយោជន៍ដល់យើងអាចនឹងកំសាន្តចិត្តអ្នកណាទៀតក្នុងអស់ទាំងសេចក្តីវេទនារបស់គេបានដែរគឺដោយសារសេចក្តីសាននោះឯងដែលទ្រង់កំសាន្តចិត្តក្នុងការថាទីសិនជាជួយ感谢神哈អរគុណព្រះ我们在这一切患难中ចឹងបើសិនជាយើងនៅក្នុងកាលៈទេសៈមួយដែលថាគ្រោះថ្នាក់他就会安慰我。从中能录录音，叫我们能再用神所赐的安慰。真个为了去干录录的话，不然去安慰那照样万难的。去用个头的钱，不然干录录那个录录到那年代做干录录为的年代去不用来。所以这个我刚才讲，对这位用也蛮闷。我就是得到患难。可以像他阿姐，他用这两年来的多帮助帮得来。主耶稣这样的爱我。在中怎样用？我现在就站在这里跟你们讲。不管什么事情。我们看他做不了一件事。不要忘记神。Complete prayer, I saw. 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位主。Complete prayer, we only, I saw. 他是我们活的四周在保护。像中国这边，我的如果跟中国在那么太阳都不一定。像我从台湾。就是像比台湾。跑到这边来，跑到苏克来，已经有五天了哈。那你都会平安耶？那你们知道我的工作轻松吗？今年两个两行业都在谈加薪用水。我每天在厨房做。佮我爱佮用那个空调台。阿妈七十岁了。啊，有七十岁阿妈。但是我很乐意啊，我很高兴。苏克来出门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看顾。三百岁佮带点麦台。然后又可以看见你们的快乐。哎，蛮开心嘛，肯定是白的。看见你们这么努力的去外面传福音。那个开心嘛，肯定康鹏跟家乡的阿的看过来的。阿妈就很安慰。就用我们的多玛加撸撸来的。我就在祷告。就用玛的谈。神啊。哎。我们都是你的孩子。啊，不是，我肯定去高，你话不然。不是台湾才是孩子。没他多在不台湾嘛去高呢。不是柬埔寨的，那个买在买的什么呢？全世界都是你的孩子。他不破冰的梦是带起高的吧？中。所以信耶稣的人不多。今年来就不来收门去拿呢？我们的责任还很重。今怎么看出来？我今个出门。我们还要把福音传出去。今年来带本刀跟干山老钱的。这才是报答主的恩。今年还得给他一下干烧棍来棍来。我们不要等着那边。就等阿姨龙江，人家来看顾我。龙江到了给我们太阳，让人家照顾我。啊，给我注意就，这是不对的。啊，头嘞，不用讲给的，讲就未必给了好多。神要我们发扬光大。就中央要参加，不，进不绿。所以感谢神。就
阿公伯。你看着阿妈七十岁这样子跑。就那可以，那可以去上海，阿姨她六岁，就七十七年，就上台湾呢。我很乐意哦。可以去上海这边的。我还跑美国四十天。阿英班，到到阿姆雷兰三十三十天一天。我一样也是这样去做。你可以来这做干，我来来来。只要神的允许。从看到的他接我们农，把他带过来。我都愿意去。你想做不让他干，到底吗？但是我希望。阿英班，什么呢？我这一趟来。干的，卑微的，像猫，让你。能让你们。跟阿英班的猫，看见。得到很大的收获。得到很多主耶稣的恩典。得多巴那个他不不不来去去哪？怎么样去做主耶稣的工？啊，做人啊，那不做干活不来。我做一个见证给你。就将这一点短文。阿妈怎么去传福音？将将都在那边问。有一次。就面被问了。有一个阿妈。面六几年？很老了。我讲哈。他到河边去，他要去把一根的青草草药，那个草可以做药用。哦，刚才他把把什么药用科技啊？对，而且他科技要说嘛。我告诉他，今天我们来过。阿妈，你不要下去。今天白做到的。那个河边很危险。今天个白什么呢？古特纳。我帮你拔。来，用注意啊！我就下去把那根草拔起来，就要到把什么用进来，我就交给他。这个就好在管，他就告诉我了。这个蛮重要。你好好哦。然后来老呢？我带你，我带你去南部玩。来，用用那个家里的看个，给他看看，来看。嗯。去郊游，去郊游，去郊游，去郊游。然后我的儿子是开火车的。哎，高中个几年啊，包着他包个六六。然后坐火车不要钱。将近六六买房了耶。他说我们去拜拜。啊，来用的三十八呀。他说去拜什么妈祖拜什么。将近两万都三十八一个，那个别多吗？我说阿妈，我不要。将近用个三十八，你就要用好头家的。我说我只拜一个最大的神就好。用三公的拜，通木的拜呢？他说什么最大的神？他拜通木的。我说耶稣。他拜苏。他说耶稣是什么？这个是拜苏姐。我说就是最大的神呐、啊。个就拜了通的哎。他说我可以去吗？这个拜个他就上班了。可以呀、啊。他得官的。我说晚上七点半。他来啊，来忙不就被用不忙不的了。他说哦。就他哦。我以为是开玩笑。整个怎么用跟他上的关节连呢？那他就回去了。北京各个班个白天去的。到了七点的时候，他跑到我家来。北大妈公包都关门到点用。你不是要叫我去看你的最大神吗？给你安康用吗？得到不然到通了呢。我说哎，老公不要吃饭了。等下哦，北京各个班开到得不来用啊？他阿妈已经来了。叫用妈。走，我们去叫。好了，等会儿。我就。开车带他去教会。这个班的帮他住过在那边。去到教会。为了到那边哎。我上前天我有讲过。上次有买几号的哎。教会有一个老奶奶。他那个那边那个面有些家庭的这种哈。他就进来了。经过个进嘛。他说你的神在哪里？经过个他不个做嘛个做工给他不然那样。然后他以为是说像那种观音像啊，真观观，对，像在观观给他给楼面他去读我们那几类古经啊。那老奶奶跟我就跟他讲，真那爷的家的毛讲个班这边。我前天晚上有讲啊，神是看不见的，可以体会的。真的咖啡那样给就蛮厉害的，就不然没可能，但是用没钱啊，他面对。我们讲完一段道理给他听。这边不用这地这一边都不然么不然还搞啥哎？我们就叫他说跪下来祷告。把他挂挂在那个公交上一摊。他说不行。啊，干了干了。我的膝盖会痛。公用车。我讲说。这样偏。哦，好了，那你就坐着祷告。啊，正跪下一摊。我为什么告诉他一件说跪下来是比较虔诚？这样还。
你有告诉跪，我告诉那个阿嬷说，你如跪着的话，就比较虔诚了，比较有信心了。啊，正因为他本来就冲动的，他也。行啊，丢克罗还没准直接。后来他就说。经过多半日他。我试试看。来撒包吗？他就跪下来了。经过多少鞠躬？就一样，我们教他这样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祷告。不行，不要干，他那个哈利路亚。结果他。他祷告起来了。经过他谈个两分。哎，你们这边有神？他就光见到他，哦，是你，没不了没。我说为什么？正说啊，没讲没讲。我的膝盖不痛啊。就讲我吃哦。哦，你这边真的有神。哦，那里面不然没。后来就接受这个道理了。到多要不然多。接受这个道理以后呢？多要不然多好。他家里的人没有信。古沙我报名给去哎。那个时候他也想要报名受洗半年了。在那边那个张张春波可能干推广准备得来。那时候不是陈立农哦。在那边，他们公园成立了没？是一个老传道。对，这公园在哪里？他想说要到你家里去拜访。整个张他们张华都点爷爷都是十多。因为我们怕他受洗以后又跑去拜拜。三开的国怎么得开？就在那在三台呗。所以一直都不敢跟他受洗。整个阿天跟家国怎么得的？结果他开口讲一句话。在那张家不管八公安这里。他说传道传道，他苦公边苦公边，你不帮我受洗，圣洁的公边阿追什么的阿娘的，我如果死掉了，圣洁天是哪的，你就有罪，苦公边阿面巴呗，结果传道不敢，他说好好帮你受洗，苦公边你长出来干，你长我看看说什么的嘛，所以感谢神，就阿公边，神的羊就是听神的声音，真接我的阿公边，哥是那送来的阿公边。所以他就来受洗了。结果个班嘛就没得。保守在神的殿中。整个国他在撒那个去保守保守那个能不能办？这是一个见证。那顶多每。我再做一个见证，怎么样带人生？每天他顶多放假弄给嘛就不得哈。有一对夫妻。每天面对不得半年苦。身体不好。我说变成老坏。然后人家抱他来信耶稣。正被给海关了就不得。他家里是拜偶像。三代古三哥就看三块。后来我没办法，我就开车接他来教会。正能他后面说白，正用拉拉人家那个灯光嘛，不得黑。我站了两年了。用灯光来对呢。我说你应该受洗了吧？正用跟他把孩子的安装备怎么交代不得？传道说不行。真苦工别他，他家的偶像没有除掉。电包括可斯卡拉，包括那电那个短发热在内。我说，那你叫你先生把那个偶像除掉嘛。真个办法他，这个拍的不带来热。他说不行不行。真个衰他办了办。那个是我十几万买的。真用用电猫黄门。这个除掉太可惜了。真不生气热入热差我乱交啥呀？我说那怎么办？今天他没讲。我已经在两年了，又不可以受洗。我就心里很难过。得两百七十米，就得他那得两百七十米，后面把什么得证用不完整。我就跟主耶稣讲。就用你耶稣讲的书。我说主啊。的书哎。我在两年很累嘞。像得过百七十米以下的。他偶像又不除，还有他对斯卡达包括那个啊热在点。太太是要，太太是很有信心的。看不本面就热着啦。我说我真的没办法。就用他就帮求白。我的信心软弱下来了，不想再他了。用他东沙，用来装的那挂的呢。电话响了。喂，对不啦？是到。喵一声，我就拿起来。喂。嘟嘟的沙，肉吗？我说喂，谁呀？最近hello 哪个？兰香姐。他我帮谁下？我说什么事？他没人来。你快点来啦！我朋友妈妈。我说做什么？在这里。我家偶像被我儿子拿到墙边去火烧了。他人可是干啥？帮人偷板多，人家都老害。我吓到了。你骗人！我儿子会把偶像拿到阳台去烧啊！他啊，干就可是干啥？要得轮。我说好，你不要急。就用他个工刀，好用刀。你把火先灭掉。然后他不，我找负责人来。用的好，你不用刀。
我们就找了传道负责过去。这个班就把两个锅炉，那个锅炉给它有真的烧掉了，真烧到黑黑的。那个炉让它烧所以感谢神。就把功夫了。我们再忍不能不行，再忍不行。真的就把我们那个他们爱干拉呢。再神万事可。不然，那就把我们不然，把一个爱干拉呢。神知道你在想什么。就那还有个功德在。所以我在艰难中。我在艰难中就是在烦恼在想着什么真的会来听夸夸一个都没动了吧也要祷告神不爱的他们来神听了就找他儿子来上面不然他有勾那的勾结果就收起来真的发现高就完全没所以这条路就神就开了这条路不然完所以两夫妻就到家了对我们他就不然全没得所以感谢主就帮助不然所以传福音不用害怕，真干在两个公开，也不要灰心，还有个公阿斯伯爵，我告诉你，不要来了，你祷告最有效。阿弟谈，没得跑，不来看就够。靠神真的很有用。帮爱哥没跑不着呀，帮爱不然哥能够没不着呀。哦，见证是很多了，我是看时间。真哥不，你们多吃点，但你们不要来。还想听我再讲，要吗？讲三天了，对不对？他说是这样。哎呀，我再做一个啦。我垫满了。现在他在当负责人。好了，那个来帮那个负。昨天上个恩喜日才立执事。上一个联会就。那个父亲。我看几月？五月份，他还立执事。就是当执事做执事了。知道那个。就我介绍的那个，不是我叫他来信耶稣那一个。现在已经立志生，我那不要复杂。传福音的。对，传福音。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是神的羊？今天那节门徒就接了吧，不然。因为我一直在教会工作。三年等待那脱干不没有。我先生也是负责人。不然用到今年不过了来。啊，我要守安息日。今年才过了没多少。虽然家里不需要我赚钱。都被他过三阿德干用到了耶。但是我心里想，我在家里。整天一到五没事做，大家就冇奔忙，挨在外面来做。我就想到外面去找一份工作。他装的干，干了干也做起来。因为我的专长是纺织厂。在工厂上班。啊，就干也做干也那农站。那个时候没有周休二日。周休。没有礼拜六，没有礼拜六，只有礼拜天。休礼拜天。真不什么的，我们来三月的呢，对不对？后来呢，我就去找那个工厂。今天得了工厂喽。我就跟那个里面的他们的老板说了。这个班做的改工厂。我说你我来这边工作。他来你们做干的呢？我休礼拜六。你们讲什么来三月？我不要休礼拜天。你们讲什么来，对不对？他说不行。结果他来。他说：“哎，我们没有这样。”他不用了，单没交。没有，那就算了。这个来参保安，没拿着。他说：“你留资料给我。”他来读那个上班了。我说好。这个他 OK。三天等消息。他弄枪过免备案。我就回家了。这个被害，给天天他枪备案件。第三天电话就响。他被到外地备，第二天上到地了。你来上班。他来把车干了。我说你给我休礼拜六。他奶奶用抽买三个。他说好了，给你休。先给他慢抽买三个。我就进去工作。今天给做的做干。我工作的时候要吃中饭。吃。中饭，中午要吃饭的时候。真被开的后白。他看我在祷告。真光光没可以用阿的谈。那个修理机器的人，有一个男孩子在修机器的。正面帮不了嘛呢？他说你在干什么？正规要说他推给。我跟他讲，我在感谢主啊。正面陪他用我工不了。因为我们吃饭是主耶稣赐的。为啥在八年都不来中不到来？啊，不是你家煮的。啊，阿舅妈不点。我说是我家煮的，没错啊。对呀，阿舅妈不点，他们后面点。这是主耶稣赏赐的。那现在不来中不到来。他说要多少钱啊？还有阿瑞买。我说不用啊。阿瑞拿了。他说怎么那么好？他不老买。然后他在休息区，我就跟他谈到。真光不用在车间那个高，真光不用不然都被弄干的。我说要不要你下礼拜我们联欢会你来？他，然后你按张到，没给多不能烟，他得改。
他说可以去吗？他对吧呢？我说可以。那慢，他真的就来听。真够慢，对吧的做了没？哎，听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自己会来教会。那被害过慢吗？慢慢的变，但不但你有那个过慢，就来慢慢长大过了。哎，结果三个月了。从个来就慢被开好。他来信仰三个月。就过慢，他三个月不能被开。那个老板怎么说？真的干给他们。他说你不能休礼拜六了。他你还连说到了冲买啥的嘛呢？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原来他叫嘛呢？我说那我不做了。真有没有他真用出他干了吗？我就辞职了。有没有那个月亮？那我就没上班了。就那个连干的。但是这个弟兄就一直来教会。但帮用两天干，但帮帮你这个那点麻烦也好。所以一直到了现在，然后我们来了，已经信了一二十年了。哎呀，他要搞比为什么？比起南美啊，二十年。对。我陪起南美啊。也结婚也生孩子。面高山面高面。所以你给他想起来。就曾经跟了。那一只羊是不是神的？真的几分钟打起了吧，不然没。三个月，主耶稣叫我去把他找来。真没看，就耶稣还千万的。弄过吗？所以很感谢神。阿哥不然对。你祷告。真个感谢。你说主啊。耶稣哎。我在这里。选了丁丁。你差遣我。手中夹听的。你的羊在哪里？接了我中那个来呢。我能做的。你买车完。你带我的脚步去。弄选到弄选的车的。然后你跟我同在。哎呀，中公那什么叫？将你的福音告诉他。ไอ้ดำไปดาวน์ได้ไปเจอดำไปรอดำไปตรงปรับตัวเนี่ยปรับตัวเก๋ให้เขาตาเขาเก๋ให้เขามาปรับที่你只要这样的祷告จริงจริงทำแบบนี้เลย神会给你同在จึงปรับมันกลมเลยจุดหนึ่ง这个很重要จึงจุดนี้สำคัญมาก说我在这里主耶稣用那定力你差遣我所以送加多功德我愿意做你的工จึงจะพร้อมในการทำการงานของพระ到各处去，到各地来，有机会就传福音。没有刚三年咯。来，神的羊在四周，不晓得。真个，接了吧，不然。主耶稣会开他的心门。接吧，刚跟到各地来。他是。中能把约阵。他是神的羊。第三代接了吧，不然。他就会到神的羊。中能做吗？不掉了吧，不然。就这样。明白没？我晚上就见证到这里。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耶稣。你说话也是要的感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